不紧张。Unbelievable！ Hello， 大家，现在是早上的8:30。我今天第一天开学了，但是其实第一天开学并不是去上课的，是去求课的，因为往往在抢课的时候大家抢不到自己想上的课，然后还有像我就是这是最后一个学期了嘛，再也抢不到课我就没有办法毕业了，所以我这个礼拜的任务就是去跟每一个教授去跟他们讲说我要毕业了，能不能给我加个位子让我再上一下你们的课，不然我就没有办法毕业了，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周的任务，希望这一周人品够好呀，希望这一周人品够好可以让我求到课。今天我还蛮幸运的，我要求的两节课都有朋友抢上了，所以可以跟他们一起去一下，然后下课的时候去跟教授说一说，看看能不能同意。出发。本来这一周是唯一一周可以轻装上阵的日子，但是我还是决定带上电脑了，因为这周今天我一共有两门抢到的课是下午的，然后有两门早上的课是要去求教授的，然后教授一般也就是开学之后讲一讲，就是开课之后讲一讲这学期要干嘛呀什么的就下课了，所以说中间的空闲时间会非常的多，然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就打算过去剪剪片啊什么的。最开始我排的课表还蛮好的，然后因为我有两门课想重修一下嘛，因为最后一学期了想修一个好一点的分数，然后结果为了求那两门课，就是给那两门课压了太多的分儿。我们是那种像赌博一样的压分制度，比如说我是126分毕业，然后我就126个点可以用这个点数然后去压你想上的课，然后呢这个课就是谁压的多就开始往前排序，就前50名就可以上这个课，比如说那个课是50人的课的话，然后我就两门课就掉了嘛，然后掉了之后在这个结果公开的第二天还有一次补选的机会，就是传统的那种拼手速的那种抢课的方法，然后那次因为如果我在一门课都不选的话我是毕不了业的，大家课都占满了吧，你就只能去抢那些就是还没有满的课，就只能减了两门。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本来的课表，我是计划周二周四空讲的，一般韩国人排课都会排给自己排一天空讲，最理想的一般是周一空或者周五空，这样的话就跟周末能连上嘛，然后课少一点的人也会周一周二空或者周四周五空，然后像我这种必须要修的课就是已经把周一周三周五的时间给卡住了，所以我就只能在这三天里面就塞一些其他的课，所以最理想的我是能周二周四空讲。好的，我过去了，现在到学校门口了，给你们看看我们学校，韩国也严重雾霾好几天了呢。2 hours later. Interesting. 说什么那个教授可能就上个半小时，然后也没有什么事情做，就打算过去剪剪片。别闹了，不要逼逼了，你根本没有抢到这节课。你们看，我刚刚呢去上的是这节课，然后等一下还要去上一下这节课，就是还有10分钟要去上一下这节课。这两节课都是我要去拜托教授给我加位子的。然后呢，我下面这边呢还有一个我之前捡到了，就是抢到了一节课吧，然后也要去上一下。最后这节课是我一开始就抢到了的，所以今天一共是8个小时课，完全是连糖都没有时间吃饭，所以先来简单的吃点东西了。刚才买了一个这个杏仁的豆奶，然后还有一个韩国的这种烤的鸡蛋，就是在金鸡棒里面很常吃的那种，是这样烤出来的，质地会变得很 Q Q 的这样。虽
轩是经济棒里面的食物吧，不过他们平时也还蛮常吃的。刚才那个教授跟我说，因为我们这周四还有一次变更的期间嘛，就是你可以再抢一次课。他说那个时候你再努力一下，你要能抢到你可以来上，你要那个时候再能抢到再去跟他说，他看看能不能帮帮我。所以我觉得那个意思应该是可以，如果我再没有抢到的话，他可以帮我加一下位子之类的。那教授还蛮好的，希望等一下那节课的教授也能这么好。那节课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起上哎。2000 years later. 怎么办？怎么办？这个学期还差要修几分啊？9分。然后你有几分？我想上的课就一个抢上了嘛，然后两个重修的就抢上了，然后今天早上那个课假算他抢上了，还得再来一位。被鱼是淹死的，应该是浓浓的氧气。Hello， 大家，我刚才已经下了我的第三节课，然后已经到我最后一节课的教室这边了，现在还有10分钟上课。然后因为上一节课的教授的意思是没有办法给我加位置嘛，就是只能让我自己抢课的意思了，所以我决定在尝试给另外一个教授发一个邮件，看看能不能给我回复。这可能就是我今天带这个电脑唯一的理由了吧。교수님안녕하세요可惜我没有。Hello， 大家，今天是周二，然后我今天没有抢到任何的课，也没有打算去求任何一节课，所以今天应该就不用去学校了。然后今天呢，就是也不用去学校，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打算在家里做点早午餐，先吃一下，然后顺便给大家看一看我每次，一回韩国就会给自己囤哪些粮，就是一些万年必备的食品吧。再看看我的冰箱吧，买了2箱的这个魔芋面，感觉这些够我吃一个学期的了。我朋友上次还问我，我怎么能一直吃魔芋吃不腻吗？我还真的还挺喜欢吃的，可能因为原来就喜欢吃魔芋丝吧。然后买了一些简单的蔬果，然后买了这也是2包的这个无油无盐的紫菜，对，当零食吃或者是当小配菜吃都蛮好吃的。然后买了一桶的泡菜，然后昨天去买了一包这个星巴克的豆子，我比较喜欢这种深度烘焙的，然后看它这个是限定的这个焦糖风味的，昨天喝了一杯感觉还不错，还可以，我比较喜欢没有酸度的那种咖啡。然后这个苹果醋家里还有2瓶，所以就没有再买，喝完再买就好了，这个也是我打算一直无限囤货的。然后这边我还买了一箱这个杏仁奶，已经被我喝完2罐了。这个是无糖的，35卡路里一瓶的。然后这个和魔芋面，因为我每年已经连着吃了3-4年了，所以在我回韩国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已经在网上下单，让他送过来了。然后今天因为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打算在家做个豆腐脑。之前在国内我都没有做过，也不知道怎么就突然想在韩国这边做一下。然后买了一个这个韩式的嫩豆腐，然后泡了点豆腐脑的灵魂，这个是黄花菜、木耳和香菇。然后我刚才临时在下厨房上搜了一下做法，好像还挺简单的。好吧，那就来尝试一下吧。它这个上面是说要先把配菜炒一炒，然后加水煮一下之后勾个芡就 OK 了，看起来还蛮简单的。来点油，哎呀，锅好热。然后还是来用一点这个黄原胶代替一下水淀粉。
怎么样，看起来是不是还不错？我刚才尝了下味道，然后又加了点盐和胡椒。那我就去吃饭了。Hello， 大家，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肿呢，现在是早上的7点多一点了，然后天刚蒙蒙亮，我为什么现在就出门了呢？因为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机会可以抢课的日子。虽然之后开讲之后还有一次给大家撤课的机会，但是抢课的话今天是最后一次了，所以今天等一下下的结果大概就能决定我这一个学期的该何去何从的命运了吧。哇，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紧张的，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困，但是我不太敢喝咖啡，真怕一会儿拼命的想去上厕所。然后我现在在去 PC 帮的路上，然后其实我这么多次选课只有两次去了网吧，其他都是在家里选的，就是结果也还 OK， 就万一不 OK 也接受了。但是因为这是最后一次，我在大学期间的最后一次抢课，真的不想有任何的遗憾，所以决定跟朋友去约了去网吧一起来抢一下。然后马上就要到了，到了之后再来给大家记录。其实我们全课是8点开始嘛，然后从7点开始就可以查看，就是你可以登录进那个系统了，然后你就可以看就是你想上的课还有没有空位啊，然后还有哪些课可以抢的。然后现在是7点多，但是我一直忍着在家里的时候也没有看，等一下跟大家一起来确认吧，等一下见。 Unbelievable， 我们已经出来了，因为刚才那个 PC 棒超级超级大的 PC 棒一个座位都没有了，然后还排了特别特别特别长的队，所以现在我朋友已经在前面飞奔了，要赶紧去找下一个 PC 棒。天哪，韩国人真的是太勤劳了，那么一大早就去占座位。之前我朋友说有的韩国人6点多7点就去占位子，我还不信，我跟他说我们7点半到就可以了，真是想太多了。你要抢紧吗？我一共就上4门课，我想抢吧。那你就备选的都没有吗？就是选上来的但不想上那种？就备选的课我都没有上，我必须上那几个。哎呀，一打开就是游戏页面几个意思。进了进去的，我也是。哎，有位有位，我想上的其中2门课都还算是有位子，就1个位子和2个位子。但是因为我们有学分的限制，就是限制每个人只能抢18分，所以也就是一般来讲每门课是3分，所以也就只能抢6门课。我现在为了保险起见，我之前已经抢好了6门课了，但是有2门课是我不太想上的。但是我为了抢我想上的课，我得先把我已经抢到了但不太想上的课撤掉，然后才能抢新的。但是如果我新的也没有抢上的话，就2败俱伤就没有办法了，就2门课就都掉了，所以真的是赌上命来抢这个课。现在还有点时间吧，还有20分钟，大家给自己选个体育课上。我看后面有个小哥还要抢5门课的，我突然觉得比他幸运多了。我觉得他那个太秀了，真的是开了5个网页跟他摆的。好的，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差不多就是弄成了这样，一共开了3个网页，然后等会儿再整理一下桌面。给你们看，这个人他开了4个网页。然后我最后整理一下，我的网页就变成了这样。等一下就点3个蓝色的这个，可可可就搞定，搞定，只有这种结果，只能成功或者一起失败。A few moments later， 哦，不能提前一秒吗？讲道理，可以提前一秒吗？别人一说话，好。还有5秒。对，全部都在待机，所有人都在待机。见证奇迹的时刻，所有人都在待机。我全都卡了，但比利伯我一个都进不去。不是，我这个不行的话，应该拿干净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せーの、でもそんなんじゃダメ、もうそんなんじゃほな、心。